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个旋风车的一个装法，里面是有二十片的这个装法。首先拿两片，给勾住，然后再勾住，三片，四片，然后再把这两个勾起来，然后随便再拿一个角勾一片，这一二三，I'm a daydreamer.